买个防弹衣，好吧，这波对线应该是赢了。28秒，翻滚，查理尔你吗？没有，他不敢。我有防弹背心，给他干！哇哈！哇！魔法弹，没办法，兄弟们。这穿透的。我的小心思还是被他拿捏了。吓我一跳，大哥，我这啥鞋我都不知道。大哥，哦啊！这来了四波人了，兄弟们。真是无语了，怎么又变成他是辅？怎么又变成张良辅助了呢？这哥几个到底谁是辅助啊？啊，墨子是中单，啊，墨子是中单，那上路挂这么久，好吗？2700-3000，大哥真猛。哎呦，你可真烦。
下路推掉了。我们一般如果只是就是说优势的话，建议做宗师之力，因为你翻滚后有加速，跑线跑的稍微会舒服一些。但你一直挨打的话，那肯定就是肯定就无尽战刃嘛，那顶多就是给你点那么个几枪，你还不赶紧爆发起来，你说是不是？人又麻了，吃上。哎呦！溜了溜了溜了。真是不容易，打暴君吧，我们虽然我们经济领先一点，后期应该是我们好打，我觉得这不吃了一手，吓到我了，这马超支援没那个勤快，要不算了大哥，算了算了，不贪。吃个药包，继续刷，等三件套。哇！想把中路线给压了，哎，机会啊！这是击飞三个，直接全部起飞啊！这还用想？他们居然开一只牛！爱了呀，他没闪的，他必死。我直接推上路，压一下他，他没过来。掉大点。OK OK， 你直接，我伤害太高了呀，现在，那你这不在送？直接上去跟他打了，他怼到我脸上来，我队友都在旁边，我怕都不怕的，直接进化一按，哎，他就闪了吧，我记得，他闪现应该好了。那我撤了，求稳。捡个药包就不回了。把破甲还是做出来了。拿暴君去了，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打的，把鸟打了吧，完了，他上头了，我觉得他是闪的，
大哥大哥，七哥大，帅哥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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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撵着跑。没事没事，再扛一枪。应该红是有的，哎呀我这一波是憨了呀，非要拿这个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这把做步枪征兆的话后面就乱杀了，吸血刀吸不了什么东西吧，吸不吸啊，还是吸，对面那个消耗太严重了，就是手就把我崩两枪，我有吸血刀的话我点点兵点点野我还能继续作战，不然的话没吸血刀他们这个消耗能力太强的话不好搞，对，那应该吸血刀好吧，你碰到有些特别能耗你血的你还是 搞把吸血刀，那这样他我中他几枪就没所谓了啊，他这又按了，他按的谁呀、啊？他这不是在送吗？马超按着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。把下路带了，这浪了吧，完了还有闪的吧，还是没打出闪现，哎，这个加速没看到啊，难顶，哎，我就应该直接走的，他把红拿了，可恶，老弟！我先打着，反正我有个大吸血，我打这个也不掉血，他们把位置卡好。上路线再搞一波。这感觉还是得有龙王，有主宰才推得上去啊。现在有点不好上去，还老老实实打主宰了。
卡不住啊，还没卡到那边，我们还没卡到那边，哥们儿两炮冰残了。还是没点下来，留个野怪在这里吧，来吸血用。搞红吧，他们肯定不敢在外面蹲的。啊！不是吧，大哥！错！啊！真蹲呐！我锁一片人，我吐了。我两枪崩不翻他，上当。我感觉我回头两枪，我想把他抬走，结果是我想太多，根本真肉。下路塔只差两下，又要打到风暴龙王。我不点两下，我感觉后面他一二技能也是追得到我的吧。我冥冥之中感觉他有一手闪现，啊！两个人一起露头就没了呀，这个这怎么乖啊，这是算了，不用买名刀了，人麻。
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个人就站在这里。啊，就剩一个了，就剩一个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一波？啊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一波一波，兄弟们，还好那个张良昏了头啊，那个张良还非要去搞那个马超。那个马超他怎么搞得死呢？他一个人单抓马超，一个位置全部都卡死了。这花木兰也没闪现，下不来，白挨一顿毒打。一九一九，我感觉来了，我感觉还能再前进，兄弟们，今天还能再前进，还能再前进啊！我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